我现在就出门啦，我现在才想起来我没有带手机，觉得我这个人对手机的依赖不是很强。我刚才等电梯的时候发现没有带手机，我就不带了。我想着就出去买个菜嘛，虽然也不是说特别近吧，就在楼下，但是算了，没人找我就不带了。哎，每一天天忙碌的生活。现在已经出门了。现在英国虽然说天黑的晚了一点，但是也没有说，就是9、10点了还天不黑吧。现在已经到晚上了，然后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味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，不知道国内的小伙伴应该放假的放假很开心吧。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，真的是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，就是从内心的压力就特别大。我就觉得我上一支视频发的时候，那个《黄山游记》发了之后，我感觉已经发了一周了，但是我登录我的 YouTube 账号看，怎么才发了2天？就是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、每一秒，感觉都度日如年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先去买一些水果啊，柠檬啊、牛油果什么，就早上可以吃的。那就先这样了，今天的闲聊到此为止。大家，我回家了。我觉得我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买的有哪些东西吧。有点雅，然后这里面就是买的一些东西，还有一袋。然后我看吧，有哪些我就是第一次试的，第一次买着试的。我就跟你们说一下哪些是我又买了之后又回购的。这样子的话可以告诉你们哪个比较好吃。这个是那个虾片。我觉得这个虾片它只要1磅哦，它味道还真的很不错，很好吃。每100克的热量是519千卡，所以说这热量还是挺高的。我也是会偶尔买一袋吧，其实一直在吃了。这个是我买的全麦的面包，然后它今天有1.2的那个折扣，我就买了一个。因为我现在一个人住嘛，所以这个的话，我感觉小小的量也不是很多，每天早上起来吃个2、3片也比较正好，不会说浪费。因为每次买吐司都感觉吃不完的感觉。然后这是水果，这个是那个车厘子，这是 two for five。平时我还买了这一个，它因为 two for five 嘛，2个是5磅，所以我买了一个车厘子，买了一个芒果跟西瓜，gold kiwi，它是金果嘛，它其实绿色这个叫猕猴桃，金色这个叫奇异果，这个我觉得补充维 C 非常好，因为说是kiwi 是维 C 之王嘛，所以说应该那个非常好。还买了这个很罪恶的东西是 double cream，就是平常打奶油的。你用这一个，比如说你到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或者你想吃的时候，倒在一个碗里，然后你加一点点糖，有的时候我会加盐。其实它加盐的性质道理其实是跟那个海盐奶盖是差不多的。然后你就用这个，用它搅。如果你有打蛋机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打蛋机的那个搅，打蛋机那个会更快一点，但是手打这个也不慢吧？因为你一般放在冰箱里，它冷却之后，你就打了打，它很容易就打成固体了。然后你放在那个面包、吐司上，或者放在任何的可能放在茶里，就成了一个奶盖了。因为我们在英国留学生，这个奶茶真的很难喝。希望大天朝的一点点开到英国来，自己泡个茶，然后自己手打一些 cream，然后它因为你手打的 cream，你自己的糖的量也你也自己可以控制，你可以，而且你可以加盐，有的时候会加一些海盐进去，这样就是咸的了。它其实很快，而且手一点都不会酸，只要你把它再拿出来打之前，一定要放是冰箱里拿出来的，不然的话就很难，就是它是液体嘛，就很难打。来个 butter，我其实。真的挺罪孽的，买了这么多热量高的东西。
其实热量是挺高的，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早上吃 pancake 啊，或者有一些煎牛排什么的，还是需要这个黄油的吧。这个黄油我应该能吃很久。这个柠檬早上一杯柠檬水，我最近因为搬家什么的，然后没有坚持，不过买的这柠檬会喝的。这个 organic 的6个的medium 的鸡蛋蜂蜜，其实我觉得你要说好的蜂蜜肯定更有了。你就比如说 HB 的或者一些保健品，他们也出蜂蜜，或者是他们那些价格比较贵的，可能30-40磅一个的蜂蜜肯定也挺好喝的。但是这个吧，我觉得主要是它这个头，我觉得很方便，就是挤到水里啊什么的，你不会像那种罐头里的蜂蜜，它挖一勺挖一勺的，挺不方便的，你还要洗那个勺。哦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玛莎家的东西我还是挺放心的嘛，我就挑了一个感觉这个包装也挺 simple 的，哈哈，所以就是感觉吃着也挺纯正的。哦，这个我要赶紧放到冰箱里去。这一个是它新出的什么dessert menu，里面是什么应该是那种血糍一样的东西吧。它是放在冰柜里的，所以它是慕斯，是加了一层那种橘子味的一层包裹的东西吧，然后它有芒果、passion fruit 的味道。我想就是买来尝一下。我买的4盒主食，也不是主食吧，2个 main course，2个 sides 吧。我买的都是一样的，因为这个真是太好吃了。太好吃了，强烈推荐！如果有在英国的小伙伴看见我这个视频的话，就是一定要去玛莎买这个，非常的好吃。这个是什么？Taste of Thailand，它是 beef noodles，它里面有什么呢？它里面有豆子，然后有这个青菜，就是好像是咱们平常吃的那种青菜。然后就是胡萝卜很少，我不太爱吃胡萝卜。里面是那个就是面条，这个就是牛肉。你看它肉非常的多，而且它这个味道做的真的非常的好，而且它非常的方便。它怎么方便呢？它是就是你只要拿一个锅，然后你把这一锅东西全部倒进去，然后你炒热了之后。就好了，就可以吃了。你不需要加任何的东西，当然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口味再加了。但是这样子已经很好吃了，好吃，而且它搭配的营养也很好，有蔬菜2个，然后有这个，而且女孩子吃，我觉得一份是完全的够了。而且它，原价是4.5磅，但是现在它好像在搞活动吧，最近我也不是一直搞还是什么的，它就是，我买了2个。两个这样子的，这个是一样的，买了2个，它又加2个 size，我买的都是一样的，虾仁的煎饺，所以它2个原价是你想4.5一个，那这样子的话2个就是9磅，这个到原价是2.5磅，然后它2个是5磅，所以9加5是14磅，但是其实它现在是10磅 for 2个 main course 2个 size，所以这些其实这4样我就花了10磅。就很划算，就是其实你10磅，你想你可以吃2顿，对不对？你就不需要任何东西了，其实而且就特别方便，特别这个饺子我没试过啊，但是那个是真的很好吃，我几乎每一次去玛莎就一定要买那个2个这个水，他们家这 smoothie 也是不错的，这 coconut water 是我第一次吃，我觉得。它因为如果我买了个 blender 嘛，然后我可能之后会自己榨汁，但是我本身也很喜欢喝这个 coconut water，它有饱腹感，但是就是减肥利器吧，它有饱腹感，然后平常也挺健康的。这个的话就是里面是 smoothie 吧。如果说我在超市里买这种smoothie 或者是这种果汁类的东西，我很喜欢买绿色的，尤其是这种就是这种透明包装上绿色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特别健康。然后我也挺喜欢喝这种就是绿色的东西的，我觉得每次喝完之后健康，然后身体也比较清畅吧。然后这就是我买的所有的东西，其实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手机出门，所以我当时在手机上列的我要买什么买什么东西，我没有带，所以我就是盲买了一些，所以就这样，就是我在玛莎买的所有东西，我现在把它放冰箱里，然后一会儿做个饭。真的是巨香，现在我现在是好饿，很香很香，而且。
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！我从煮它就花了大概3分钟吧。这两个鸡翅我从昨天肯德基外卖没有吃完，放进去一起拌的，我觉得味道应该也不错。然后我还放了个鸡蛋，就直接让它焖熟了，加了点水果。我应该加一个这个吧，今天吃这个，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坏。然后再要一个，这个绿色的这个果汁。好啦，那就是我今天的晚饭啦。今天的 vlog 就到这儿，拜拜。Morning，大家早上好。现在准备做个早饭，然后让你们跟我一起先喝一点水。然后我今天做的早饭呢，应该是对着这个面包好了，然后上面加点 cream，然后最后这个饺子是咸的嘛，咸甜，然后再要一些这个 coconut water。就是我的早餐啦，椰子水，然后这 pancake 两个面包煎饺，然后就是 dip。在这个 Marcus 里面吃饭，也不是 Marcus 吧，算是一个商场的一个 kitchen 吃饭。然后我们点的是一个佛，一个来和鸡翅，放松一下。菜来了，现在那个牛猪排也来了，homemade ice tea，猪排，鸡翅。我估计他们听不见，声音有点吵了。